好呀，今天早上准备去发货。我们俩呢又是比较晚的一次，现在天上还飘着雪花，赶紧去吧。昨天半夜开始下雪了，到现在还是飘着雪花的，这已经是过完年的时候的第二场雪了。到镇上了，小鸡搬户，我把门给它打开。街上现在明显暖和了，人也多了。现在马上要12点了，我们俩就不回家吃饭了。回家也吃不上，回家也没有饭了。所以我们俩依然是到这个镇上最有名的麻辣烫来吃点饭。整好了，姐。嗯。我也整整。我早吧，刚吃你家麻辣烫。真巧。最爱吃的油条，每次必点。还有这个小鹌鹑蛋。好嘞。来。你的也快好了吧？哎。哎。哎。我这也上来了，我的是原味的，小吉是正常的，这就是本土呗，还点了瓶小香槟。你没放辣椒吗？我没放辣椒，我这个是酸甜口的，还加了些麻油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你要不要尝尝？我不尝。我的是辣的，好好吃。吃饱我回家干活。哎，哎呦，小心点，沿着这条路就回创业沟了，就回去了。镇上现在老人特别的多，都没有啥人了。年轻人都出去创业了，都不在这儿了呗。没有年轻人。没有啥年轻人了，说的是常住人口4万，其实要是算下来4万都没有，一半吧，都跑不错了，一半也没有。这是天暖和了出来遛弯了吗？这是过了前边的大河，拐俩弯就到创业沟了，距离镇上不算太远，10来里地。包包又在那儿等着嘞，包包。快点伸伸腰，哎，伸腰嘞，坐时间太长了。哎，快点，包包，这得坐多长时间呀？伸腰，之前都没有伸过腰，至少一个小时呗。哎呦，下去一个让你久等了，包包，上，赶紧上，冷不冷啊，傻子？没冷，看浑身都在抖。下次就不用等了，知道吗？小傻傻，哎，亲的。哎呀，还给大家留饭了。留饭了？想着没留呢。在这边。这么高的感受。那个机器拿出来。接。嗨，留饭了呀，姨。我们俩吃完了，我们俩觉得不会留饭呢，所以到外边吃了。啊，吃完假酒，我先。上次就以为我们俩在外边吃呢，结果我们俩没吃。这回以为我们俩在外边没吃，结果我们俩吃了。